近年来，伴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也经背后越野车型的火爆，我国的房车市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。在郑州房车展会上，新型房车集团就推出了全新的新型北斗越野房车 Y600， 在保障房车舒适度的同时，也增加了越野性能，并且联手美国 Renegade 打造新能源电动房车，越野力十足，使得备受关注。从外观上来看，北斗房车 Y600 帅气无比，良好的车辆高度所提供的视野，加上车顶上一排大灯和车内的众多摄像头等，能够保障在使用时的安全性。车顶的太阳能配置也能够保障日常发电3度，储存6度电，完全够日常行驶的使用。车内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等一应俱全，试想在外旅游的路途中不用下车即可享受在家一般的舒适度。其实对于房车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安全性能和动力了。这款北斗越野房车 Y600 整车采用是 3.6 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的输出达到了170马力，再搭配上差速锁、360度监控等安全装置，保障了越野时的安全性能。最后，小编表示，这辆外形霸气、安全性能有益的越野房车，真的是堪称男人的梦想。对于这辆全新的新型北斗越野房车 Y600，各位爱好旅游的越野迷们，有没有心动呢？